站在舞台上能给我自信，我会把今天的比赛当成一场秀，尽全力的去表演。我是徐明杰，来自中国上海。掌声欢迎，这个是台湾怪咖。停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老人家心脏病啊，再说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，你抽了、啊。我就错了，我的工作就这么简单。对，你真的以为我是冰雹吗？是。杰明徐。徐明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了不起。哎呦，长得真是高啊！真帅呀！听清楚了，183要问问题了，请问，如果让你有超能力，你最想知道谁的秘密？我最想知道的话，我想知道自己的秘密。你自己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有时候突然跑出来一个问题，我想问自己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就怎么该去解决，怎么去突破？哦，真的，自己有秘密啊，不能解决。自己对自己不了解。有啊，你遇到一个角色，你突然不知道怎么该去演，那你就问自己，我应该怎么去尝试去？可是这个叫秘密嘛？问题啊。这个问题你就这么解决了？别人的秘密有没有？我比如说雅雅的尺寸有多大？这是名品，没有人啊。慧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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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找慧敏什么事啊？听说你这个臭小子想做有女儿，哎？不是啊，我前面听到他咳得厉害，担心他。人高马大，说话吞吞吐吐，都不像男人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偷看我女儿，小心挖掉你双眼。不是啊，我们不敢。不，想追我女儿就大胆的说出来。我说啊，老爸，你别刁难无忌了。无忌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没事。那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喂，走路长眼呢，撞坏老娘的双峰，你可赔不起。呀 ，Lucy， 你又去整啊？整你个头啊！老娘可是货真价实，一看就知道。少年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是。不是啊！哎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么怕我干什么？怕我吃了你啊？看你长得油头粉面的，想不想下海啊？
下海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下海，我怕游泳，我不能下海了，我怕。下海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？好，够纯情，我喜欢。让我好好调教你一下，你一定会变成一流女人的汤丸，到时包管你浑身名牌，财源滚滚来。来，我现在教你跳舞。不用了。来嘛，害什么羞啊？我不会跳舞啊！没用的东西！你怎么乱打人呢？我打他，你心疼啊？你是不是看上这小白脸了？你不要胡说！我怎么胡说了？男人喜欢女人，女人喜欢男人，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正常的很。你呀，就不要再假正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，蜜史姑娘假正经。你才是这条街的祸水啊！你破坏多少人的家庭幸福，荼毒多少大好青年。秦香莲，你这个女儿可是越来越牙尖嘴利了。哦，那当然了，我女儿将来要当律师的，你怎么说得过她呢？是啊，我说不过她。我打你！我打你！我毒死打人的相貌！刘姐，打！不要打人！不要打人！你们不行！不打就不打喽。原来你生气了，这么有男人气感，我喜欢。慧敏。快来，那个臭小子，老爸，快回来！都是一些没用的男人。慧敏，你还在为那件事生我的气？我干嘛要生你的气？我只是觉得恶心，我看不起你啊！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很多人都看不起我。不过我不怪你，也不怪其他人。可是我不想这样啊，慧敏，我真的不想这样。但是我就是那么的没用。我爸欠人一大笔债，妹妹逼得要去当舞女，可是我呢，我身为长子，我什么都帮不上，我真的很没有，我真的很没有。你打我，你骂我，我是个母亲。我知道你家里的困境，可是你不应该因为这样就出卖你自己啊。你是说我跟露西？别听那个女人，恶心。谁说我恶心了？我说你恶心。哼，哟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觉得我那么恶心啊？你跟他胡搞。我跟他上床，你妒忌啦？不如你也陪他睡一晚，这样子呢，心里比较平衡一点。喂，啊，我不准你这样跟慧敏说话。心痛了。我就是要说 你这个假正经的女人，想要男人就说吧，哈，干嘛过那么纯粹？喂，臭男人动手打女人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太过分了，你逼我妹妹去当舞女，还整天兴风作浪招蜂引蝶破坏他人家庭，你简直就是垃圾。我是垃圾？那你就是垃圾桶了哈。你要不你怎么会跟我睡觉啊？啊，慧敏，我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没有啊，我没跟着你。那是谁跟我在一起了？我说不出是吗？那就是你啦，笨蛋。我是秦叔。什么？是我爸？慧敏，对不起，事到如今我只好实话实说了。秦香林，出来吧，事情呢已经通天了。你这臭小子，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，你是阿光。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无忌啊？你问问他嘛，看我是不是在侮辱他。你看他不敢见人了吧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就是去白沙湖找吃的阿光。无忌，你没错，我是阿光。我每天晚上都会穿上高跟鞋，戴上假发，穿上女人的衣服，到白沙湖去。Hello, handsome, 俊斌 ，No more, I love you. You touch me, give me money. 走开 ，I got money, no money, 也不给你啊。无忌，无忌，你更看不起我了，对吗？没关系，因为我现在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我可以不要面子，我更可以失去尊严。只要给我钱，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只要给我钱，只要给我钱，我可以陪你喝酒啊！我跳舞给你们看，我跳舞给你们看啊！拜托了，这么难看的舞谁要看啊？我还可以陪你喝酒啊！啊！好了，无忌，别叫了。慧敏，你不要理我，你就让我沉沦，让我自生自灭吧。你别再去做什么阿瓜了，我帮你想到了一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去参加才华横溢初心秀。好、啊。我可以吗？只要拿到冠军，就什么都解决了。那我也要参加啊。你就等着参加才华横溢出老秀吧。华赛开始，我们的这十强呢，一路走来，来到了今天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付出了很多的时间，为的就是这最重要的一刻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不是说我们的脸没人看了，你讲的话都没人听了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他们只看到我们手头上的这个成绩。最关键要知道这个成绩啊、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程序来哈。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公布的是排名前五位的新秀成绩，前五强在我手上，我也还没看到，我现在就要打开了。到底在我们的十强里头啊，谁跻身成为我们的前五强？第一位进入前五强的是女参赛者，谁？恭喜林佩琪！恭喜佩琪进入前五强，也就是说有机会问鼎冠亚季军。第二位男参赛者问鼎五强的新秀是。今天衣服穿得很少，陈罗碧欧。恭喜。其实一直以来在前几项的表现，两位都是蛮不错的。没错，呼声一直蛮高的。前五强第三位，她是站在前排的四位女新秀当中的其中一位。恭喜林赞莹。恭喜赞莹。接下来是第四位，这一位最后两个名额。对，这一位女参赛者在刚才的表现当中也入过前三甲，她就是女参赛者马逸轩。恭喜！最后一个名额，前五强最后一位是谁？好，我们一二三一起公布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这位新秀，只有一位男新秀在里头哎。这位新秀刚才在演技的表现中，应该说给人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直接来了，一二三，徐明杰。恭喜明杰。其他的五位参赛者，我们要谢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你们的参加。谢谢五位参赛者，再次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五位新秀。当然我们要恭喜呢，现在跻身进五强的这五位新秀，林佩琪、陈罗密欧、
林赞宁、马逸轩、徐明杰。比赛来说，我们最终还是要选出的是前三位。对，不过在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公布的是，在我们第十届才华一出新秀里头，排名第四还有第五的新秀。排名两位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只有我有成绩。紧张吗？好，支持者都很紧张，马上为你公布第十届才华行业出新秀，排名第五的是马逸轩。谢谢，第五名，谢谢，谢谢马逸轩的参加。是。下来是排名第四的新秀。第十届才华一出新秀排名第四的新秀是谁？陈罗密欧。谢谢陈罗密欧的参加，也要谢谢马逸轩。现在很明显的，观众朋友，第十届才华一出新秀的前三甲就站在这个舞台了。对，分别是林佩琪、林赞宁、徐明杰。现场的支持者哦，你看在那边都在跳哦，嘿，喊大声一点，可能你们喜欢的那位就是我们的冠军人物也说不定。首先宣布季军人物，现在台上有一点双零一徐的感觉。对，我俩可以看一下成绩单。大家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来。第十届才华横溢出新秀冠亚军两位名单在我的手上，我们先公布冠军得主，然后再请亚军得主先领奖。第十届才华横溢出新秀冠军得主是谁？是谁？是徐明杰还是林佩琪？第十届才华横溢出新秀，刚才我们三位一起念的是吧？是。那再念一遍了。好，徐明杰，恭喜徐明杰，恭喜明杰获得了冠军。我们先请佩琪领奖。佩琪将会获得10000元的现金，谢谢，恭喜你，恭喜，恭喜佩琪，恭喜，谢谢。好，再次掌声有请冠军得主领奖。恭喜徐明杰。恭喜恭喜，徐明杰将会获得2元合约以及3万元奖金。好，再次掌声谢谢吕部长还有周总裁。谢谢部长，谢谢两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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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，我现在一定非常激动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你的努力和付出还有实力，我想大家都看到，所以这个奖也可以说实至名归。现在有什么话跟大家说？我真的很意外，我可以得冠军哎，我很感谢妈妈。爸爸，我冠军哎！谢谢，谢谢你们支持我，然后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我很开心。明杰，这一路走来啊，三个月我们看着你们从一个陌生人，一直到锻炼成要成为一个艺人。刚才在公布成绩的时候，一定是非常忐忑不安。那整个心情一路走来是怎么样的？其实我是觉得我今天大决赛我很幸运，然后我可以认识到那么多人，然后那么多人帮助过我，我来不及去感谢，我有很多话想要说，可是还是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当然，徐明杰哦，一路走来呢，我们有一些精彩的画面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哦。这条路虽然是挺不简单的，不过他努力过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从我们刚开始的区域选拔赛，在上海的世锦会里头呢，初试提升之后呢，就开始呢这一段三个月的这训练，一直走到今天，相信呢再回头看看这些画面呢，肯定非常有感触。你也必须要知道，从今以后你的人生将会不同，你将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好好的成为一个杰出的艺人。会努力，我一定不让大家失望。我想这个时候明杰心里也会想想其他好多位新秀陪你一路走来，你一定非常有感触，有什么话跟你的朋友们说吗？然后我要谢谢你们静豪、叶豪，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演出，然后也谢谢同样跟我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的参赛者，我们大家都很努力，每个人都是冠军，每个人都是冠军，不是我的，
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请我们这一届的这冠军人物高徐你的奖杯，好不好？恭喜我们第10届才华和艺术新秀的冠军人物徐明杰。徐明杰。